仲未到聖誕，已經落起大雪啦！小朋友真係非常之興奮。黃昏時間，啱啱放咗學，喺商場呢就有活動俾小朋友。整下啲小手工，整下啲聖誕帽、聖誕樹。馬來西亞嘅商場好多時都有好多戶外空間，呢架小火車都係一大特色嚟㗎。啊，趁細個仲肯坐上去。就俾佢玩多啲啦，過多兩年咧就唔會再玩啦。如果 DJ 早十年過嚟馬來西亞，肯定會生多幾多個小朋友。呢度嘅小朋友生活得真係非常開心，到處有好大嘅休憩地方。又可以踩草地，是不是啊？台灣朋友叫做搭車嘛。現在十二月頭就來聖誕節了，今天我們的節目就是簡單生活就是享受。今個週末我們沒有周圍去啊，踩單車的就踩單車，吹波波的就玩吹波波。聖誕樹已經佈置好曬，還有好多不同的小攤檔，小攤檔有好多不同的特色美食啊。我想吃糯米糍喎，這裡又有糯米糍。想吃曲奇餅，又有曲奇餅。想睇下呢啲特色玩具，又有得俾你睇。女士們扮靚靚都有啊，帶埋狗仔出嚟過聖誕又得喎，真係好有聖誕氣氛。我哋屋企都佈置好曬啦，哇！這個好靚喎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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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這些小店呢，真的很多東西看的，古靈精怪。哇，好凍啊，這裡落起雪上來添。哇，你看這些雪大到，啊，難怪得買羽絨啊，這裡要好大雪啊。其實呢度就係北海道啦，我哋嚟咗一個北海道嘅小市鎮，一個小型商場。今日嘅氣温咧已經跌到-3°C啦。聽日咧，我哋就會開始去滑雪啦。得得得得，大家唔使羨慕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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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氣報告，由於一股冷空氣襲擊東南亞，泰國現時氣温已經跌到6°C，而我哋呢一度已經落緊雪啦。外面嘅積雪咧已經去到膝頭哥咁高啦。呢邊咧啱啱落起雪上嚟，小朋友又開始放假，所以特別興奮。
真係超級開心啊！所以 DJ 話早十年嚟咗，肯定生多幾個啦。你睇下啲小朋友幾開心啊！我哋湊小朋友嘅第一個希望就係小朋友要開心地成長啦。其實 DJ 早幾日已經叫大家買羽絨噶啦，大家又唔信我。好在呢場雪唔係落好耐啫，不過嚟緊嘅天氣都會開始凍噶啦，因為聖誕節就快到啦。好啦，遲啲再影多啲靚靚嘅聖誕樹俾大家睇啦。